来看一下哈，这是一般的硬线跟软线的接法。那你接好之后呢，需要缠一个防水胶带。好，那一般最常见的缠法就是这样子啊，但是这样子并没有防水效果啊。那该怎么做防水呢？我这边有一个这种东西啊。这叫防水贴啊，一般我们在贴屋顶的啊，那你只要剪一块，剪的稍微宽一点这样子，好，那你只要把它这样子。贴起来就行了，啊，这样它就可以起到相当的防水效果。啊，我们啊，这里有一个离心纸，你要撕掉。放中间。那把它折起来，啊，那这样就有相当好的防水作用。希望各位呢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，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